大家好，我是一范，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1.6.28 版本的更新公告。啊，这一个更新公告一大半，也不能说一大半吧，反正有一堆我改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零啊，这些不是我改的。零被动在墙上额外的回复能力的清空值，就是能量啊，从6调到4，削弱一下高端局零的转线能力。法杀大招的伤害记录值削，这还削的挺多呀。法杀现在确实很强，他之前一直就很强，然后稍微明然众人以一个版本调一下二技能的 CD 和伤害又飞上去了，所以再削一下。好，娜娜提升娜娜的伤害能力，略微降低他辅助能力，让他更像一名法师啊，就是提高了一下一技能的基础伤害，还有他的法强加成，让他的后期的伤害会更高。那大招持续缓速的时间从2秒降到1秒，这其实是个纯加强啊，这大招缓速削的其实没啥用，你大招定不住人，你玩什么娜娜啊，是不是？好，我们看302，一技能深渊恶魔分身的持续时间从9降到30啊，这就是为了让传送流的那种限灵散灵娜，就不是给队友传送，或者说就是那种卡石头缝里面的散灵娜，然后这个陷阱永久保留视野，这个有点太烂了，所以限制一下。反正30秒对于正常对局的散灵娜来说已经就是够了，你不可能放在那边啊，30多秒我再想起来啊，我要在那边放一个二技能把它刮出去，对吧？那是不可能的，波波也就30秒的时间。好，莱斯利啊，我改的东西来了啊。作为狙手，莱斯利爆发能力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啊。首先是被动暴击伤害上限，原来是有个280的上限，现在的伤害莱斯利被动一枪是130，然后你出完一个狂战士之后再乘以 2.4 倍，它的伤害值会飘到 3.12， 就是312%。原来是做了280的伤害上限，就是你飘不到312，你只能打出 2.8 倍的上限，现在提高这个上限值，但同时降低一下物理攻击成长，就是让他后期一枪伤害不要那么高，然后一技能的物理攻击加成在前期会做一个提升。其实总体来说跟我之前就是莱斯利那个视频里面说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希望保留攻速莱斯利的玩法，但是提升他单枪莱斯利爆发的可能性。所以什么你们提的那些什么攻速转暴击啊这种呢，对吧？那这种东西呢我肯定也想过，但是呢你这样改的话，一些习惯于莱斯利的攻速流莱斯利玩家会非常难受，因为这个英雄并不是一个很冷门的英雄，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只是在高端局上不了场而已，所以就是稍微提一下他单枪的能力，而在总伤害就是攻速流莱斯利的总伤害几乎是不变的，所以这次调整基本上就是在不变那个攻速流莱斯利的前提下稍微提升了单枪莱斯利的伤害能力。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以后可能会打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欧罗拉也是我改的，也是收集了一些粉丝的建议啊。我们希望欧罗拉在满被动时也敢用技能去清兵，被动层数从4层改到3层。因为现在欧罗拉一个最大问题，第一个是清兵嘛，这个大家众所周知，但第二个在于他现在不敢放技能去清兵，我这个红色条点满了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团战爆发，我放人技能并不能使我的技能重新进入到一个就是又可以冰冻人的状态，因为它总共就3个技能嘛，而它的冻人层数需要4层，所以我很多情况我只能用普攻去清兵，去不敢去乱放这个技能。但现在不一样了，到了3层之后你就有更大的空间去用这个被动的强化去清兵，也是风险会小很多。然后就提升了一技能的宽度和爆炸范围，希望他清兵和命中人的命中率都会高一点。好，弗雷亚也是我改的，小幅提升了追击能力并优化了近战手感对抗，小幅提升了位移距离，本来二技能很短嘛，稍微增强一点点啊，如果不是弗雷亚的专精玩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新增效果，现在命中敌方会停下，就是可以让你就像八门那个一技能一样，可以让你在那边疯狂的砍了，但是你在没有人的时候这个距离会比之前提升，会更好追人，
所以总的来说是对弗雷亚操作手感的一次提升。好，下面是一些什么新英雄的改动。菲拉克斯就是那个坦克射手，首先被动闪电链的魔法攻击加成从75降到30，然后对小编伤害提升至150，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啊，反正都是一些数值上的改动吧，总体肯定是削弱的。之前那个坦克射手版本有多强啊，之前那个版本坦克射手多强你们应该都能看到啊。一技能也是一个削弱，但是清兵能力提升，也就是说在保持清兵能力不变情况下削弱对英雄的伤害嘛，你跟可以这么理解。二技能移除自身护盾，然后大招是远程普攻伤害，是一个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削弱吧，每点能量提升 1.2 攻速和 0.3 法术吸血，然后每点额外防御转换4点魔法攻击护盾值不啦不啦不啦啊，就是他告诉你这些属性到底怎么转呢，我把这个自己看一下吧。变身一技能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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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些数值到时候肯定还会经过好几个版本的修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它总体的技能组肯定是不会变的，它总体而言肯定是个削弱嘛，啊。然后洛林啊，洛林我知道，虽然改的也挺多，但是总体可以把它理解为，提升洛林的治疗能力，但小幅降低其的伤害和其他的东西，就是。玩家，就是你们觉得洛林的奶量太低了，对吧？因为他本来说洛林的奶量没有奶爸高，奶爸为什么叫奶爸？你出个洛林奶量比奶爸高，那奶爸还怎么活呢？洛林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啊，对吧？但是这一次应该还是提了一些洛林的治疗能力啊，只能被动。法强加了，然后给队友的装备也是加了攻击，但削了生命。啊，一技能回复基础值调了挺多的，但命中小兵回复降低，就让你更加去对线去治疗，而不是说打个小兵就能治疗。伤害基础值降低，然后 CD 提升，法力消耗提升，然后二技能伤害提升，伤害降低，控制时间降低 ，CD。提升法力消耗，提升大招的奶量增加，但伤害降低，所以总体而言就是这么个方向。好，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板块啊，就三战场相关调整这一块，全是我改的。首先让我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要重做一下灰烬，应该也有发问卷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所以但是在因为离这个重做还挺久的，所以在这个重做之前我先进行一些小的优化。先是战场技能。火焰爆弹移除缓速，但是伤害提升。就是让它的功能更加的有明确性，而不是说又有伤害又有缓速。振奋是一个纯加强，新增普攻回血。大概这么多啊，然后还有个新增效果，就是开启后攻速上限至 5.0。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玩意儿虽然是我调的啊，但我觉得可能调的有点过了啊，搞不好下个版本消回去一点也不一定。就这些包括后面那个灰烬啊，都属于试验性改动，就是它调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因为有些灰烬实在是太冷门了，所以想先把它效果调大一版，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去用它，效果怎么样，是吧？然后到时候再做决定。接着讲护盾，持续时间从3秒升到5秒，石化结束我给个减速，这些都是加强。治愈之拳每次治疗时间间隔从 0.5 降到 0.4， 就是治疗更快了。反击原来是个基础值50点加25受到伤害，现在变成 40% 受到伤害，就是单次爆发反弹的伤害会更高。然后冲锋持续时间从8秒降到6秒，但是去除提高韧性，免疫缓速效果从2秒升到6秒，就是说你现在整个6秒你都可以免疫减速。好，天赋增强一些冷门天赋属性，希望更多的人能注意到他们，就是我刚刚说的事情啊。
啊，第一个是坦克，无畏重击就是那个控制人回血，回血我直接给大家翻了一倍啊 ，CD 降了一点。啊，第二个是孤立无援刺客，伤害从6%提到7%，不接怒火，回蓝从3%降到2%，但是 CD 从5%提到了，CD 从5秒降到了3秒，就是给持续型的法师、持续伤害类型的法师，像古尔德啊、伊赫啊，或者，就这种一直有技能伤害那种，他能够更多的触发不接怒火的那个伤害，因为伤害值4%是没有调的。好吧，不屈与志就是战士，每血每少一点，然后他提升伤害越多的那个玩意儿啊，现在就是这个也是纯数值的提升嘛，最高伤害上限从12%提到20%，然后每点掉的生命值提升的伤害也提了。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受益最大的就阿格斯吧，其他的残血的也不一定能打出非常秀的反杀之类的，还有迪斯拉，什么血越少的时候。伤害越高，那个叫什么？身板越硬，也差不多。还有致残打击，致残打击是这样子的。原来这个天赋真的没什么用，就是给你一个减速之后，他下次伤害攻击提升。但我们的战士大多数爆发都没有那么高，但都是一些很细碎的伤害，所以我把它改成了3秒内所有的伤害都会提升这个攻击力，然后但是做一些其他地方面削弱的 CD 削一点，然后总的物理攻击加成削一点，但肯定是比原来好用很多的。好，然后武器大师射手从也是稍微提一点，都是一些冷门或者说相对出场率不是那么高的天赋做一些调整。好吧，你别问我为什么没修改打野天赋，就这个就废弃了，不要了，不想改了，累了。好，给你们看一下莱斯利吧。好吧，这其实是我改的重点。Sniper ready, give me a target. 没错。给你们看一下他一枪后期打脆皮能打多少血。我觉得呢一个合格的一枪流莱斯利呢，他的装备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还修改了莱斯利的推荐出装，就是系统推荐的，这个事情让我很兴奋啊。也就是说搞不好以后就是系统推荐你们的出装就不再是系统推荐你们的出装了，而是我推荐你们的出装了。我还写在公众号干嘛呢？这个事情就很妙。单枪流莱斯利大概呢会这么出，这就是我系统的出装，还有个魔灵的咆哮啊。然后这样的话你一个被动的暴击率能达到 90%,91% 就差不多了。刺客的话能点满，但射手的话会达到91%，然后后期可以把攻速鞋换成风雨者。我们现在打一个雷拉，他能升到满级吗？不能，好烦。那我打赵云吧，现在他满级了，咚，还行吧，就这么个伤害，可以吧？就你 AEA 应该是能秒吧，毕竟这个赵云是没有出任何的防装的。但实际上莱斯利在后期打 AEA 的这个机会很少，一般都是一技能上去点一枪。AEA， 我感觉怎么第一枪是没出暴击吗？伤害那么低，没秒掉。再试一次。我再买个药水，还秒掉你。确实秒不掉，那行了，因为他是个赵云嘛，如果是个雷拉应该就能秒了。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振奋那个攻速上限的事，我觉得我改的有点过了。看看吧。
来给你们放一个统计木桩啊，现在它是现在是一个正常 3.0 的攻速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攻速，对吧？然后现在我们开个振奋啊，把眼睛看仔细了，看到没有？它会到达一个 5.0 的攻速，但是只能 A 8下 ，A 完就没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出装，就是真的叠到 3.0 之后，然后再开振奋去叠到 5.0， 还挺，就你正常也不会这么玩，但是它确实可能有点过了，调个 4.0 差不多了。就按下振奋，然后，对，就这个手感，就帅是有点帅的啊，算了，啊，其他没啥可说了啊，都给我出来莱斯利，好吧。